Hello， 大家好，今天呢，你们的发量王终于来分享洗发水喽。很多姐妹呢都表示比较羡慕我这个发量。那除了先天上我的发量是有点遗传我妈妈之外呢，好用的洗发水也是少不了的。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下来觉得非常不错的一套洗发水。有了这套洗发水呢，绝对会让你慢慢的爱上洗头。那就是这套 8T 的神经酰胺洗发水。对这套洗发水呢，我真的是相见恨晚，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平时经常喜欢在家搞事，各种各样的发型，然后也经常的染发，所以我对洗发水的第一要求就是要滋养。尤其现在是秋冬天气了，不仅我们的皮肤很干燥，其实头皮也是处在干燥状态的，而且像我们的头发在秋冬天也更容易起静电，所以滋养是非常关键的。那我选的这款 8T 的神经酰胺洗发水呢，是日本的 COSMO 第一，非常的受日本当地消费者的欢迎。这款洗发水呢，今年还获得了2020年时尚芭莎国际美妆大赏年度最佳平衡头皮洗发水，还是很厉害的吧。它里面最厉害的成分呢，就是添加了王牌三重神经酰胺2362。平时有护肤习惯的小伙伴，对于这个成分一定是不陌生的吧？这个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三重神经酰胺2362呢，它是护肤界的一个网红成分了。那神经酰胺呢，是保持人体健康皮肤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它构筑了我们皮肤的健康屏障。那缺少了神经酰胺呢，就等于肌肤的结构不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肌肤问题。那我们的肌肤出现了各种功能紊乱的问题，建造在肌肤之上的头发也会轰然倒塌，让我们的发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8T 洗发水当中的神经酰胺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构筑最强的头皮屏障。而且这个王牌成分呢，它是根据头皮的营养结构5:3:2科学配比调配而成，再配合着洗发水当中的核心抗氧成分海茴香、瑞士优思树苹果、日本石川县葡萄、海角齿缘墨角藻等经常在大牌护肤品当中出现的一些精华提取物，让我们的头皮呢恢复一个最佳的状态。那这种用护肤的方式来护发，肯定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滋养。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洗个头吧。洗头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这样子用手指肚去按摩你的头皮，一般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洗发水它的泡沫还是很多的，天，超级密实的泡沫。然后像我这样头发比较厚的女生呢，还是建议大家洗头要洗两遍的，要不然洗得不干净。我现在已经把头发洗好了，然后现在上一下护发素。这个护发素真的是我用过所有护发素里面最滋养的一款的，我每次都会用的多一点，这样子，然后给它厚厚的抹在头发上。抹好之后呢，就感觉头发真的像喝饱了水一样，特别的有光泽，没有那种干枯毛躁的感觉。就可以看出来，我真的头发现在超级蓬松的，包括头顶这里也给我吹得高高的。就是正常的吹头发，就感觉头发发量超多。因为我自己本来是有点沙性发质，但是用完这个洗发水，它就会让我的头发看起来比较顺滑一些。这一套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套洗护产品。那我觉得身为女生来说，尤其是像我一样的长发妹子，洗头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我在之前洗头的观念就是能拖一天就拖一天，但是有了这个 8T 的洗发水，真的是让我有点爱上了洗头。我直接从以前的3到4天一洗头呢，变成了现在的2天一洗。洗完头之后呢，整个头皮真的非常的放松，有一种让头皮呼吸的感觉，而且你真的会慢慢的感觉到你的头发发质在慢慢变好。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染过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洗完头的发质真的还挺好的。那这款洗发水呢，真的是在日本很受欢迎的产品。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头皮油，就需要赶紧入手这款洗发水啦。那我们今天的护发分享就到这里咯，拜拜拜拜。